六世界金马奖日前完美落幕，其中陈木易以电影《老狐狸》拿下最佳男配角奖，获得满满掌声。而在典礼结束后，陈木易就在个人社群上发文写下：“金马奖座净重3.5公斤，哑铃净重8磅，两者略同。”他提到平常举哑铃时总是觉得无力又无趣，领了座金马回来，顿时发现两个一起举，举重若轻，心有喜悦，就这样决定要努力运动。只见照片中，他一手举着哑铃，另一只手则是举着金马奖。网友看了纷纷留言恭喜他，并笑说：“最高贵健身工具，恭喜木易哥得到一个这么漂亮的金马奖座哑铃，再拿一座就可以两边一起举啦。”Bye.